好暴力的开门方式啊！来给大家看看我住的地方。住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很小的花园，但是对我一个人来说已经够了。看一下我的房间，房间长这样，是双人房，但我自己住。给你们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是洗澡跟厕所。这边呢，就是洗漱的地方。比较有趣的是，你看它这里，它是半露天的，就是外面是走道，然后有人走过我都会听到，所以我觉得我洗澡或者上厕所，他们应该也听得到，就有点尴尬。这是我今天上课的瑜伽教室，长这样。现在上完瑜伽课，然后要去隔壁的咖啡，好像走一分钟就到了吧。今天的瑜伽应该是我此生上过最累的瑜伽，因为他的瑜伽课是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全班都在那里抖抖抖抖抖抖抖，因为实在是太累，但是真的有运动到的感觉。刚刚在那边吃完了很健康的一餐，我点了纯的那个西芹汁，因为有很多网友就说什么哦，灵媒医疗推荐每天要空腹喝450cc 的西芹汁，然后我没有喝过，我就点来喝，超恶心。可是我可能还是会尝试继续喝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对身体很好，然后点了一碗好吃的，就是那种能量碗。那现在大概是中午12点了，我要先回房间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呢，我会去另外一间瑜伽教室上那个瑜伽课，可是是那种冥想课，主要是冥想课。Thank you. 真的好大，人好多。现在来这里要吃晚餐，坐在这个角落。茄子，茄子外面裹一层很像那种台湾的客家菜金沙，就是蛋，然后拿去炸。
egg and then there's rice. 他们都会配一个很辣的辣椒酱，哎，等一下来试试。然后这个是烤猪肉，就是猪五花跟蛋还有饭。茄子蛮好吃的，只是不健康，因为我不太知道原来它是这么炸的。试试看这个饭，还有蛋，还有猪肉。我是因为需要摄取蛋白质比较健康，所以才点这一道。蛋，好吃！哇，它的肉是那种。很像控霸本的那一种，有肥肉，入口即化的肥肉，就是控霸本，可是有烤过的感觉，好吃。多吃点饭。给你们看这个辣椒，我来沾沾看看看到底多辣。还好，甜辣甜辣的。他们是用蒸的辣椒，所以算有辣，但是以我来说是还可以啦。想吃辣的人应该会喜欢。我今天上完瑜伽，然后已经洗完澡了。然后我现在洗完脸以后呢，终于要开始一天的保养。因为其实我去上瑜伽课的时候，我是直接就是素颜，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擦什么，然后就去了。那我现在呢要来开始保养了。现在用的这一瓶呢是伊丽丝尔的胶原精华水，它的质地呢就是很像精华液那样，然后它的用量超省。就是其实你，我直接倒在脸上，其实倒几滴呢，你看它的质地超浓稠，然后就可以擦全脸。它虽然是化妆水，但它擦起来真的很像精华液，非常的保湿，皮肤喝满水的感觉。那我平常呢，其实擦这样子就可以继续下一个步骤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脸有点水肿，所以我想说要来按摩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，我早上的时候，我早上跟晚上是判若两人欸。我早上的时候看起来就跟一只猪一样，可是晚上的时候呢就变得很漂亮，因为晚上的时候脸不知道为什么就消肿。那我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关节处这样子按摩。这瓶胶原精华水呢，在日本卖的非常的好，一上市就卖的很好。那它跟别的精华水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是很多产品都会说补充胶原蛋白啊什么的，但这瓶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还可以代谢你老废的胶原蛋白，所以它是先代谢掉你那一些老的啊不健康的胶原蛋白，以后再补充好的胶原蛋白。这瓶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质地真的是超保湿，然后我擦起来呢，除了保湿以外呢，用了以后觉得皮肤比较健康，就肉眼可见的皮肤越来越好了。上
完瑜伽课，然后我回饭店洗了澡，现在要去吃早餐。今天要去吃跟之前不一样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能量丸已经吃的有点腻了。Healthy 乌布这一家呢，真的很健康又很好吃。西芹汁一杯大概是157块台币左右，虽然有点贵，但真的很好喝，就是有咸味又有奶味。那我都会搭配这个 Shea Bowl 当做早餐，里面呢就是满满的水果和奇亚籽。我是来到这里以后才发现奇亚籽原来是如此健康的食物。100克的奇亚籽里面有17克的蛋白质，35克的膳食纤维，还有钙啊、镁啊、铁啊、维他命 C 啊等等的。对于吃素的人来说呢，是一项非常好的超级食物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去一个地方参加一个特别的疗程，那个地方叫做 Pyramid of Qi， 然后我要去参加课程叫做 Ancient Sound Healing。 这堂课里面呢，就是有很多乐器，然后你就躺在那听他打那些什么铜啊、锣啊，或者是一些钵等等的。可是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不值得，因为一堂课就是要20元美金，然后就只是躺在那里睡觉而已，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浪费钱的课程。上完那个课以后呢，接下来这个 Rina Jungla 这个咖啡，这个咖啡我很喜欢，我来了2次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一种带有大自然感觉半户外的咖啡。然后它的咖啡其实也蛮好喝的，虽然以乌布来说偏贵，一杯咖啡啊，就是拿铁啊、美式卡布等等的，一杯咖啡大概都是70-80块台币，其实也不贵，但是是小小杯的这样子。但它最棒的地方是这个环境，就有一种哇，在大自然啊，然后在丛林里面的感觉。那它咖啡是好喝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可颂类的并没有很好吃。我今天点的可颂没有很好吃，第二次来的时候我点了一个巧克力可颂，也没有很好吃，就是有一种轮轮的感觉，就是没有很脆，感觉放很久。但咖啡是好喝的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去上完了9点的瑜伽课，然后上完10点半，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是我星期日来的，然后今天星期四，然后我发现我瘦了，但是这个瘦可能就是和那个西芹汁结合运动的关系。就我发现我瘦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今天早上起床就上了厕所，然后就发现我肚子变小了，因为我的侧面，你看我侧面看起来变超瘦。我本来肚子是很大的一个人，但现在肚子变小了，那我觉得真的跟喝西芹汁有关系。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就是空腹喝450cc 的西芹汁，然后过了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以后呢，再吃你的下一餐。然后我就发现我每天都会很固定的上厕所，早上一定会上一次，然后有时候晚上也会上，就一天2次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我就觉得我的肚子变得好小哦，就感觉本来里面肚子装的应该都是大便吧，对这个结果太满意了。然后我应该回台湾会买一台果汁机吧，然后就开始自己打西芹汁。下午呢，我又回到了 Yoga Barn， 今天我要来上一门非常热门的课，叫做 Tibetan Bowl Meditation，西藏颂钵冥想。这堂课真的非常的酷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，不过人非常的多，所以一定要提早到然后排队，然后记得要先上完厕所再开始排队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。刚刚上完最后一节瑜伽课，然后待会就要搭飞机走了，就是要回台湾，觉得有点舍不得，但是也有点开始想我的
猫咪还有 J 了。Hello 大家，我现在呢已经要准备 check out 去机场回台湾了。那我想要分享一下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感觉。就我觉得这一个礼拜呢，我真的身心灵都变得非常的健康平衡。首先是我的身体，就是我看到自己变瘦的时候就很开心，但除了变瘦以外呢，还有一种更轻盈然后更不容易累的感觉，然后也睡得比较好，然后也比较早睡早起。那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归功于早上空腹一杯西芹汁，再加上每天运动，每天做瑜伽，然后还有健康的饮食。我在这里呢都吃得很健康，因为乌布这边超多很健康啊或者是素食的餐厅。然后再来第四点呢，我觉得是阅读，因为我读了达赖喇嘛的书，还有正念的奇迹这本书，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有阅读过关于冥想的书，叫做什么 Headspace， 我觉得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帮助我，就是让整个人变得更好更快乐，然后感觉更健康。那有想要来的人呢也可以参考我的行程。那我的行程呢是我自己定的，这不是那种一套的跟团的，不是，这个是自己订机票，自己订住宿，然后自己找瑜伽教室。那瑜伽教室呢我真的很喜欢 Intuitive Flow， 然后我就住在这个，为了这个瑜伽教室呢我就住在它旁边，每天走路2分钟就到了，非常的方便。那 Intuitive Flow 我最推荐的老师就是 Nina 跟 Sandy 的课比较中高阶，比较难，但我很喜欢。然后 Nina 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人，所以她的客人超多，一定要提前10分钟去，不然会没位置。然后再来是 Novia， 他是比较也蛮好的，这三个呢是我喜欢的 Intuitive Flow 的老师。对了对了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忘记说，就是这里的瑜伽课超级便宜，就如果去 Intuitive Flow， 然后你上单堂的课大概是台币200多块，然后像我一次买五堂，然后一堂课换算下来才台币160块左右，超便宜，而且是一个半小时的课，然后你要挑对老师就可以上到很赞的课。然后我自己也有去Yoga Barn， 可是 Yoga Barn 它就是人很多，然后上课都要排队，我就比较不喜欢那种人挤人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我现在住的地方它其实不在市区，但我也很喜欢这种很就是很悠闲的感觉，然后骑到市区也很方便，就是叫个车10分钟就到了。那就给你们参考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